白菜的，中午又吃饭。对啊、你对吃啥每天挺关心的。大白菜，然后先买个大白菜，吃烩菜吧。先把白菜再洗洗。每天最关心的事情不是？吃吗？这是一点也不回避啊。民以食为天嘛，就是吃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二姐，刚洗了点白菜，今天中午做个烩菜，热热乎乎的，准备了一把红薯粉条，我们给它泡一下。泡这粉条用温水泡，提前泡上，做出的烩菜才会好吃。下面咱们把控好水的白菜给它切一下，白菜叶、白菜帮我们分开。再切成块儿，白菜叶、白菜帮给它分开放。这个白菜叶就简单切一下就行。准备了一块豆腐，咱们给它切一下。豆腐给它切成片儿就行。切成片儿之后，从中间再给它切开。切好的豆腐给它装到这个盘里面。我还买了一块猪肉，这是买了一块前腿，今天前腿比较嫩。接下来给它切点葱姜，准备平底锅，加点食用油，下入豆腐，咱们把豆腐给它煎一下。哎，豆腐给它煎至两面金黄，就可以盛出来了。煎豆腐剩下的油给它倒在大锅里头，先下入肉片，将肉片给它炒散，下入葱姜，继续炒香，先加一点老抽给肉上色。先把白菜帮给它炒软，加入白菜叶，接下来加入适量生抽，把这老抽上色。加入开水，豆腐给它加进去，土豆、肉丸，加入一勺白糖提鲜，来点胡椒粉，下入泡好的红薯粉，给它翻拌一下。不少，满满的大锅，绝对够吃。盖上盖子，先给它大火烧开。哇塞，一大锅，这还挺香的。现在已经开锅了，开锅之后给它咕嘟个七八分钟。喜欢吃软烂一点的，时间可以稍微长点，
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定的。让它咕嘟着吧。出锅前加入食盐，来一点醋，不喜欢的可以不加。加入适量香菜。出锅喽。大烩菜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开饭啦。吃饭喽。吃饭。好吃吧？好吃。以后天冷了就炸烩菜了。对。土豆。土豆都动了，可香了。黏糊了。吃点最爱吧。粉条。白菜粉条透明的。对，红薯粉就是。红薯粉你咋炖它也不黏糊，而且很筋道。嗯，好吃。天冷了，吃点这暖和。是。嫩豆腐一煎，可有味了，可好吃了。不吃肉，减肥，吃粉条就行。